在时间过得特别快吗？好像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十二月。哦，对啊，我特别喜欢十二月，我觉得十二月是一个很浪漫的月份，还有圣诞节啊、跨年啊，还有今天晚上的耶诞晚会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次耶诞晚会好像特别有科技感吗？就是当我在看到那个 IG 贴文的时候，那个超大的迪斯可球就让我想到那个什么，很像夜很嗨的感觉。感觉是想要借着今晚燃爆的音乐，还有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世界，通往异次元的世界。他们跳脱以往的风格，让大家跟着音乐的节拍，不再被局限于现有。邀请大家一起燃起内心的渴望。透过彼此魅力的渲染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短暂的异次元时光。那三名一年一度的耶诞晚会。